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杨堂主故事会。在夏以前，这中国还属于原始社会，那么选下一个君主都是实行禅让制，就是英雄不问出身啊，谁有能力谁当。那么到了夏朝开国皇帝禹这里，对，就是治水的大禹，那么事情就不一样了。这禹的确是个人才。 这当了老大以后，这业绩啊是蒸蒸日上，那权力呢也越来越大。那么他已经不甘心这个王位传给别人，于是暗地里培养自己的儿子启，表面上却还是按着规矩选了一个叫做伯弈的继承人。禹和启这两父子，经过几年的精心布置，这启的势力是渐渐。 超越了博弈。那等到禹去世后，本该博弈继位，可是这时候没有多少人理他了，都去拥护启。那博弈也不傻，还想抗争一下。那么这时发现自己的力量根本没法与启相比，既然已经无力回天，那博弈很识趣的退出了竞争。那我没能力，让启当吧。 就这样，启取代伯弈顺利继承了王位。那启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和他老爸一样，到手的食物怎能让别人抢了呢？于是，他也把自己的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，禅让制从此变成了世袭制。那世袭制从夏到清，一共沿用了四千多年。 直到清朝宣统皇帝溥仪退位，才终结这世袭制的产生，改变了原先的社会的形态，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了。这夏朝前后四百来年，历经十七个王，最后一个叫夏桀，著名的暴君，因为太过荒淫啊，暴虐。 让老百姓过得是生不如死，强压之下是必有反抗。然后有个叫汤的人跳出来，起兵造反，成功把夏王朝灭了，商随后建立。这开国君主就是汤。那商朝啊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特别爱迁都。那平时咱们搬个家呀、啊，都挺麻烦的。 这偌大的一个国家总是搬来搬去，不会是因为好玩吧？有两种说法，一是商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中原地区，也就是河北、啊、呃、河南、山东啊，离黄河呀很近。这黄河总是泛滥，那商的都城就老是被淹没，没办法，只能搬来搬去。不过这种说法呢？ 比较牵强。那另一种说法呢，稍微靠谱一点儿，说迁都是因为商朝的王位斗争很激烈。今天儿子把老子杀死了，明天叔叔又毒死了侄子，每个新王的登基就得换一个都城，所以王室频繁内斗才是不断迁都的真正原因。那商朝一共搬了五次家。 最后才选定了河南的安阳作为永久的定居点。经过近六百年的统治，那后期的商朝社会逐渐衰落。最后一名君主就是大名鼎鼎的纣王。论残暴，他可从来都没输过。虽然名声不好，但历史上的纣王并不是一个昏君。 商朝灭亡的原因，主要还是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，王室内斗，贵族分裂啊，再加上这个统治阶级的奢靡腐朽，这宫廷的内部一团糟，国家怎么可能治理得好？那社会动荡啊，民不聊生。于是，商朝的一个诸侯王周武王啊，伐纣成功。 建立周朝，史称西周。国是建了，但当时周朝并没有接盘商朝的所有地盘，因为当时的这个交通啊实在不发达，攻破皇城很容易，想收复其他地区就很困难。再加上这个周啊刚建国不久，根基不稳，于是这周武王想了个办法。 多赏一些诸侯，把还没有收复的土地分封出去，再给他们一些人马，能不能顺利上任就看诸侯自己的本事了。而周天子只需要管理王都附近的地区和控制这些诸侯就可以了。于是周武王一共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。哎，别说这个方法还真的行。 诸侯们为了自己的领地，不断努力地训练军队啊，所以之后周朝的版图不断扩大。据说当时周朝的领土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千万以上。那今天听起来这个数字不算很多，那你可别忘了，当时全球的生产力低下，欧洲都是小城邦。 一个国家还没有周朝的一个城市大。西周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是超级大国，鼎盛一时。那周朝的君王啊，重点说两个人：周厉王和周幽王。这厉王啊是个奇葩，他觉得这天下呀都是自己的，不让老百姓捕猎，这山里的动物和水里的鱼虾都是他的，不让百姓议论他。 如果说他就得处死，在厉王的不断作死下啊，终于发生了国人暴动，把他赶走了啊。那周厉王啊，最后死在了异国他乡。他儿子周宣王继位，这宣王啊，其实还不错，在位期间国家是一度富强。他死后，儿子周幽王继位。这周幽王啊，有个宠妃叫褒姒。 是个笑点很高的女人啊！这幽王啊，为了博她一笑，就安排了一出大型的表演秀——烽火戏诸侯。这古代的烽火台啊，是战争时传递消息用的。这幽王命令士兵点燃烽火台，这各地的诸侯一见警报，以为敌人来犯，大家都带着部队赶来救驾。 这到了一看，幽王和褒姒在那儿喝酒，哪有敌人的影子？这幽王说：“啊，大家辛苦了，这儿没什么事儿啊，我和爱妃是开开玩笑啊，大家别介意。”这褒姒看着千军万马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则去，就像过家家一样，也觉得十分有趣，终于笑了起来。幽王很高兴。 那此后多次用这样的方法逗褒姒开心，渐渐地失去了诸侯的支持。这样还不够，幽王要立褒姒的儿子为继承人，把原来的太子宜臼废了。那宜臼的外公申侯可不干，于是申侯勾结北方的游牧民族犬戎，是攻打西周都城镐京。 也就是现在的西安，杀死了幽王，前后历经两百七十五年的西周灭亡。那元太子依旧在大臣们的拥护下登基，称为周平王，迁都洛邑，也就是今天的洛阳。西周、东周啊，都是周朝，不同的是迁都洛阳后的东周，王室势力是一落千丈。 周天子是徒有其名，失去了统治的最高权力，沦为傀儡。那诸侯们不再听天子的命令，老大没了实力，小弟们看准时机是纷纷崛起。那各诸侯为了争抢更多的土地和人口，是相互掐架。中国由此进入群雄割据的春秋战国时代。 好了，今天先说到这儿。这个王朝系列不是详解，是大主线的故事，带你迅速了解主轴。下一个视频接着说春秋战国。我是杨堂主，关注我，期期都精彩。如您喜欢，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谢谢。